보면 안 돼. 지금 너와 나 사이에 있는 그녀가 이제 나와 훨씬 가까워. 네가 뭔데며 뿐만에 내 머리에 남았어. 나름 잘 살고 있던 나를 나쁜 놈으로 만들어 나는 널 잊었다 믿었다 만 I wanna see you again, see you again. I wanna love again with you. 너의 전화번호 뭔지 울지 요래지만 이미 난 네 번호를 누르고 있어. 잊혀지질 않아. 왜 갑자기 꿈에 나와 나도 내가 참 안심해. 내가 널 지웠던 잊었던 상관없이 내 손 哎哎哎，你在干嘛？不准造反！欢迎麦克。月入180万，嗯，真的就好了，做梦都不带这么做的吧，莫菲。主播长这么大还没见过那么多钱。欢迎小的哥哥们，大家晚上好。不过我从来都没有做过这么多钱的梦里，今天的样子有重，什么意思？叫什么叫有重？我感冒了，一会儿又来大姨妈。现在我感觉人都有点那个不舒服了。
有点发冷身上，但是又没有发烧。欢迎现充饭团散。我都休息蛮久了，今天都十号了，在休息我感觉后半几天时长播不完，重到男孩子的心了。今天吗？谢谢，不辛苦啊，我这个月月初就基本上都是休息的吧。直播有什么辛苦的？直播，对吧？大家陪我聊聊天，又不是让我去，对吧？去工地搬砖，这有啥？主播还单身吗？单身啊。喜欢卡主播的微信吗？欢迎青青。欢迎七海。很累啊，可能每个人累的点不一样吧。就有些人觉得心累比身体累还要痛苦，有些人觉得身体累比心累要痛苦，就看每个人他自己在意的点在哪里。喜欢我的表弟的故事啊，就是拿手铐把自己锁的那个故事吗？我觉得你们直播问女主播是不是单身这个问题没有意义啊，那不是新闻那八卦报的主播什么离异带俩孩的，还有夫妻档的那么多，所以你直播问这个问题，对吧？我要是安了心骗你，你问这个问题也是没有用的。谢谢楚雨的赞。欢迎后尘。欢迎傻傻等待，欢迎快乐小丑。看到刚刚镜头面前飘过去的一根毛，欢迎 YACS， 欢迎最嗨二 B 青年。太假了吧呀，这个镜头，然后后面有个光打着，空气中飘的任何那种什么毛毛啊、烟啊什么的东西，就特别特别明显。我准备去理发店剪个刘海，太美了最近。
欢迎有个大苹果，欢迎吃上的喵。小悲伤的荧光棒。欢迎小小色。谢我墨北鱼的猫线夹，感觉快出了，快出了，快出了！哎，牛逼格拉斯，一下给我把一星过了，四发就入粉了。谢谢我墨北哥哥的车车，凑个人头。觉得倒很好，鼻子是堵住了，我也是，而且我感觉我喉咙这一块都是肿的，就是水肿，然后有很多痰那种感觉，但我又咳不出来，我不会卡痰，发个人头的那个。还抽吗？我这个我就配不准了。怎么能叹气呢？都四发就入魂了还叹气啊？之前有他们20发点20下十组的都一个车都没有。欢迎我还是我，欢迎久别无恙。我直播间就这个车稍微好一点吧，其他的哈别碰，只能说。成都这两天降温好冷，我今天穿两件衣服都还是冷，我都感觉想穿袄子。今天只有15度，是说我怎么感冒？这突然降温给我冷感冒，这就是到冬天了吗？300啥也没出，你是说300块钱还在别人那抽过吗？没有出是吧？你是只抽的冒险家，还是说那些抽奖基本都点了一下？对，我可能少了你温暖的怀抱，可能抱抱我就不会感冒了。在我这里抽了300，啥时候抽了300？我咋不知道？欢迎小仙仙。你说我感冒要不要戴口罩？我怕我感冒顺着网线传染给大家。
这个记性，我有两天没播了吧，好像。要让来大姨妈失血过多，供血不足，营养不够，又感冒了，脑袋又昏里昏戳的，我嗓子都是哑的呢。那不行，我可不能让我的哥哥们感冒生病。我自己生病就行了。谢谢小怪兽的赞。刚好请假，谢我轻盈的400连金棒棒打卡。请病假，我也好想请病假。谢谢大家荧光棒打卡，都可以点个关注了。明天星期一了，欢迎 LD。有没有哥哥在抽抽奖啊？主播就差一个飞机就可以过福星二星了。欢迎周家，欢迎瞬间而已，欢迎千寻，欢迎 LP， 大家欢迎来到直播间，晚上好。谢谢左子念的弱鸡，我去 P 个 K 吧。晚上好，你好，你定过程吧，我定惩罚。过程的话，嗯，咱们中间就下午才来，下午我没有开播，下午扩胸吧，中间。好呀，那我们说的人就挂弹幕吧，就挂那个榜一不行，试试榜二。好，行，嗯。带走我的心安。下午没有开，你好像前两天，我上次看到你是前几天了。谢谢九剑的荧光宝，这个是什么礼物呀？这个是哪里的礼物呀？什么八音盒？我们上一个，再上一个九分开个局吧，九剑。带走我的心啊，把它藏在心里。谢谢莫贝里的冒险家，谢谢荧光棒，谢谢九剑的荧光宝，黑了。哭哭，嗯，感觉可以出的。
你是哪里人呀，九剑？九剑小哥是哪里人呀？你困了吗，枸杞？枸杞困了吗？枸杞说陪一个主播太难了。欢迎小哥哥，大家都可以试试抽奖，感觉还可以出的。慢呀，记住我现在三观的头发，我马上去剪齐刘海。谢谢谢谢影光爸。我好讨厌我的头发呀。欢迎牛哥不说话。可以试试砸猫险家了。九剑，我们再上一上吧，九剑，我们两张办卡就可以追上哦。打游戏，好的，去吧，去吧，枸杞，去玩吧。我们两张办卡就可以追上啦。免粉粉了吗？因为有腮红啊。欢迎唯一欧尼，我也可以耶，你想不想看？谢谢欧尼的关注，注意看了，注意看了。哎呦，可其他颜色呢？
还有没有哥哥上上飞机的？主播就差一个飞机过福星。我们有没有小哥哥追追啊？有没有小哥帮忙追追啊？小墨杯里的鱼丸太惨了，就只有你个人跟我在砸星球，把那个冒险家都没有人了。欢迎小丑，叫我爱心，谢丽丽爱心。谢谢关注，欢迎顾客。晚上好，顾朵。这个周末是只放了一天是吧？主播演技好大，我开了那个大眼兽脸，其实主播的眼睛只有这么小，绿豆大小。不化妆哈，关了大眼兽脸，不戴美瞳哈，那个眼睛就这么点儿吧。拜，好，拜拜。李荣浩也有点过分了吧，好歹我还是个双眼皮吧。我不知道你们看过一个动漫没有，里面那个 女主角就是她只化了一半脸的妆嘛，然后结果男生就进来了，突然看到她的脸，就一半是化了妆一半是不化妆，化了妆的眼睛画这么大，然后不化妆的眼睛就这么小。那个男主当时就吓到了，然后那个女主就把他踢了一脚，把他打晕了。嗯，笑死我了。我虽然没有那么夸张吧，但是还是差不多，就化了妆跟化了妆戴美瞳哈，跟不化妆不戴美瞳那眼睛差距，就是一个是这样的，一个就是这样的。嗯嗯。欢迎低配可达呀。我觉得我这辈子做的最正确的两个事情，一个是割双眼皮，还有一个就是哭牙齿。这两个决定的都不是我自己决定的，都是我老妈强迫我去弄。幸好听了老妈的话，要是不弄好，不割双眼皮，不抠牙齿，现在女神呢，披神女神，丑八怪一个。我妈的原话就是这样说。嗯，她说我要是不抠牙齿，不割双眼皮，嗯，头发不留长哈，丑的吓人。她说，看着好憔悴。嗯，我大姨妈血崩了，又感冒了。降太快了，我穿了一个打底的长袖，然后穿了一个卫衣，冷都冷感冒了的嘛，我就不知道怎么办了，已经这样都能冷感冒，那大街上别人都这么穿的，不可能我穿袄子吧。去，气死我了。
欢迎二叔梦想，欢迎小哥哥们来到直播间。反正你们注意点，我看那个天气预报说好多地方都会大降温的嘛。我在想我要不要买一个那种油汀或者是暖气片什么的，毕竟我在客厅开空调的话我觉得热也不是很快吧。你们还在开空调？对，我在客厅。嗯，这就是沙发，然后那是电视机了。本来这一坨就是阳台嘛，本来是我家猫的地盘，然后没办法，直播就比较宽，主要是背景窗帘比小房间那个墙纸要好看。我操，这门外面的小孩唱歌声音都跑到我话筒里面了，好像鬼啊，天哪，吓我了。哦，果然是门外面，我隔壁，我斜对门，妈呀，全是小孩闹炸麻了。说实话我觉得我这个房子都小了嘛，不知道你们能不能听到外面有小孩声音。我觉得我这个房间都小了，其实吧就一套小孩，然后我斜对门他们住的，老爷爷，然后一对小两口加一个小孩，再加一个他们小两口的一个谁的妈，一二三四有五口人。这摄像头清楚吧？等我身体好了吧，我就去种个睫毛，种个仙子毛。再去做个指甲，我好久没做指甲了。我都不精致了。莫北哥哥，你我现在到颜值去了吧，跳不了舞。你有什么想听的歌我可以给你唱，或者你不想听我唱我给你放也行。但是建议你呢还是点唱，我唱给你听。为什么呢？因为这世间再找不出跟我唱的一模一样，对不对？好像打喷嚏。我在想一个问题，就是他们不是整容整了鼻子的吗？我在想他们怎么擤鼻子，万一感冒了流很多很多鼻水怎么办？不能放肆肆意的这样擤鼻子，我觉得是一件很不快乐的事情。
好家伙，擤个鼻子把我的阴影都擤掉了。本来是尖鼻子的，一下擤掉了，没有阴影，看就是蒜头皮了。可不能这样，可不能让主播现原形。你可以说主播笨，说主播傻，说主播是草包，但可千万不能说主播是丑，主播会破防的。谢白羽的荧光棒。唱首什么歌呢？唱个杰伦的吧。我想要的想做的你比谁都了，你想说的想给的我全都知道，未接来电没留言一定是你过难的想念，任何人都猜不到这是我们的暗号。有太多人太多事卡在我们之间咆哮，他寻太多讯号，若就连风吹都要干扰，可是你不想哼，一直走在黑暗地下道。好好好，我这个嗓子全是痰。我害怕你心碎没人帮你擦眼泪，别管那是非，只要我能感觉对。我害怕你心碎没人帮你擦眼泪，别离开身边，拥有你我的世界才能完美。好难听，我唱的。他们在街边在路中留上彼此的讯号，再有个一个，有太多人太多事夹在我们之间咆哮，大讯太多讯号，若就连风吹都要干扰，可是你不想哼。算了，我不唱，对你们是一种折磨。主播就差一个飞机过福星啊，行，有没有哥哥帮主播过一过的？我假装卡。我们在玩一二三木头人吗？这个尴尬。我还是很少被别人挂麦。对面是户外主播，户外主播节奏多，
户外主播这直播间弹幕好多，天呐，羡慕。Hello， 你好，小姐姐。你好，你好，你好。你是什么类型的呀？跳舞的，跳舞的主播吗？都，我是那颜值区。颜值区是吧？好，那我们就坐着坐站着都行。嗯，可以。那我们跑步吧。好。嗯。谢谢梦里，我终于活过来了。对，那必须的。那乘法的话就做个位数的深蹲，好吧？自从我跟你们说，自从我昨天在群里看到可以个位数深蹲是吧？对。自从我昨天在群里看到绿绿发那个截图的时候，我当时一下就复活了，复活了。他还有六个枫叶摩天轮，他还有不止还有一个水晶摩天轮。当时我就复活了，当时我就觉得这是我生病以来就是让我看的最激烈、最激动人心的一刻。然后我立马就决定今天要好好直播。没有什么东西能比这些东西更让人刺激，是不是？有没有道理？欢迎风月，欢迎一生情三世缘，欢迎第一天回来，谢谢大家能够今天这会儿能来看我。我们之后稳定也是每天播两场，从明天开始上午十点晚上九点都是我直播的时间。欢迎千张，欢迎闲云哥。那我们有能开局的，我们开个局。咱们这一把随机打完之后，咱们就唱歌。有能开局的，大家可以开个局。我家没有条件开局了。欢迎奶嘴，写一个鱼丸，谢谢你的鱼丸。谢谢绿绿的丸子，谢谢绿绿的丸子，平局。平局，我们现在七万的热度，咱们有礼物的话，大家可以打打卡，打完卡我们会也会涨热度的，因为很久没直播了，所以直播间热度现在有点低，能打卡的大家可以帮忙打打卡。这把 PK 结束了，我们的十点钟的时候跳舞，欢迎王不安。
五个每天都给我交公粮。谢谢周天的一把丸子。大家可以实票开个曲啊，不行可以砸一砸冒险家啊，舞蹈家的一发入魂，在下先祝贺大家一发入魂。不是平局啦，不是平局啦，我们被人欺负了。欢迎缺爱又缺钙，欢迎傻傻等待，欢迎星空。在我心里你就是唯一，这么好看的小姐姐不让她站起来真的挺浪费的对吧，我们你们都看我看了这么久，我站起来的呀，是不是都看腻了？站起来，站起来一米五，站起来。绿绿，你让我看一看摩天轮的特效吧，我想看一看摩天轮的特效。谢诸天的一晚。你让我看一看摩天轮的特效，这个比分好焦灼呀！欢迎旧梦，我还没有见过，就是这一次出来那个摩天轮特效之后，我到现在都没有见过。这个摩天轮是什么样的？欢迎白叔，哒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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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哒。白白说他一会儿来，在群里说的。绿绿一会儿有战友了。哒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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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欢迎旧梦。我们没有人开个局吗？兄弟们开局啦，抢血瓶啦！看来我得把我的别针拿下来扎一下你们了。欢迎绝对不能忘，想看摩天轮的特效。欢迎老婆太多，推塔了，救命啊！不管用了，为什么不管用了？感谢歪歪的关注，谢谢。管永远管用的，谢谢炫珠的。哎，我发现我的。鱼翅还有一百多块钱呢，我这也太富婆了吧，这是不是今天晚上的医药费呢？一把如果给十块，我们应该能赢十把。谢谢时光飞逝的关注啊，欢迎铁匠的小米兰。以前我知道有一个大哥的 ID 叫米兰的小铁匠，这个 ID 叫铁匠的小米兰还挺好听的，有挺有诗意的。绿绿，大家就管管我嘛，这不是第一天刚回来嘛，你们管管我呀，你们管管我呀，我刚回来第一天，怎么需要更多比平时更多的爱？我需要比平时更多的爱，更多的关怀，更多的关心。为什么关小雨的神话给伊林绝美的送了思念丘比特？欢迎温柔哥，温柔哥快救救我，我们被一分压制了，温柔哥，我们被一个鱼丸压制了。哦，谢谢旧爱新欢的十个鱼丸。开局了，结束了，我们家都是鱼丸大户开局了，但是三分钟了。你不必忧伤，欢迎金色阳光。Brave girl, 绿绿快醒醒啊你嫂子回来
这把也是一玩具。你自己悠着点，别一直喊太用力。我没喊。欢迎苏苏，欢迎魔法少年，谢谢嬉皮笑脸的荷包，谢谢关注的哥哥们，大家晚上好。谢白宇的十个大气，谢谢白宇哥哥。浪子快，我们有路过的好大哥抬一手吗？欢迎苏苏，欢迎拉文，谢谢荧光棒打卡。我说他在电梯了，看白白能不能赶到了。他住32层，不知道他现在到几楼了。谢谢诸天之力的荧光棒，感谢诸天之力，谢谢。那我们撤了，小姐姐，拜拜。好。鱼丸局，我们家哥鱼丸还挺多的，不让我剃光头就还不错。谢谢忘了的荧光棒。我记得我今年过年的时候，就是2月份的时候吧，就复播嘛。当时过年也是没有节目，没有惩罚，因为没有过百，第一是分数没有过百。如果我们俩双方都过百了的话，就会有惩罚。欢迎小雪深夜绿。谢天莫的观众。小咬的虎虎，对，有过百这个说法的白宇，就是说必须要过100分才会有惩罚，不然的话有一些像很凉的主播，像我，对吧，要是没把 PK 不过百都惩罚了的话，就有点太难了。阿拉盖儿，欢迎 Jockey。就不拉子开会了，哪哪哪哪哪哪哪，一些小一些小，两个眼睛开大包，一开开到什么秒，什么老爷哈哈笑，高高高打懒包。我直播间有会上海话的哥哥们，
上海银，阿拉阿拉上海银，哎，是这样说的吗？我觉得上海话比粤语还难。嗯呀嗯呀，要吃绿豆汤。等我不久，我就我好宝宝，等你抱，等你抱。阿布马掉五来烧，豆腐烧，米不焦，剩了碗里吱吱叫，吃了肚里哗啦跳，跳啊跳，一跳跳到马五桥，宝宝乐得哈哈笑。本来要到几几万万几，现在辰光来不及，马马虎虎打十几，一两三四五六七八九十，打哦。上海话一直都会啊，那你说一句我听一下。阿拉上海名，那你叫我一句骂人的呗，小凡。不管学什么地哪个地方的话，都是先学骂人的。欢迎不会醉不会累，欢迎中奖的康先生，欢迎暴君。是什么意思？哇，这个完全猜不到是什么意思。雪儿的青山，雪儿，我的名字是雪儿，好像搞的是我家哥哥一样。这就是说很笨的意思啊。哦，这种骂的应该不是骂的特别难听的那种吧。小赤狼，小赤狼，我想起来了。欢迎麻木无趣阿哲，但是你放心，就是一般只有我家里面人才会叫我雪，像我爸爸这种，我爸爸那边会叫我雪，像我朋友的话都叫我小雪。嗯，又撞 ID 了。没事啊，嗯，撞就撞呗，是不是自己家大哥自己心里不清楚？主播都玩清了，这么说只是想套近乎跟你。当然我刚刚也是，虽然确实是名字撞了，但是更多的意思是只是想套近乎而已。谢谢夏琳的吻。所以说如果有人叫我雪儿，我会起鸡皮疙瘩，因为我爸一般叫我就是有事儿了，就是要骂人。Hello, TT, TT, 晚上好。Come on, 感冒了。刚下班，这么晚十点才下班，九点多下的班。你们这加班加的有点惨无人道啊。哎，再说今天星期天不是应该休息吗？哎呀，我来大姨妈难受就算了，还感冒了。主要成都这几天降太凶了，降今天只有15度，我穿两件衣服都有点顶不住了。我穿的打底衫加卫衣，
感冒哈，直接冷感冒。跳楼降温，我们这儿也是，国庆还30度的那个高温呢，这儿一下15度了，好家伙，降一半。就是降温太狠，你也是在青山市，在哪个地方？我看一下这一周的温度哈，根本没有秋天呢，就一下就没了，这个温度。我今天看新闻说哪个地方冷空气的嘛，今天18到13度，明天13到17度，后天13到18度，差不多就在11-12度到将近25这个温度徘徊，全是阴天，好家伙，这下被子也晾不干了，全部恶臭了。深圳不能，深圳四季如春呐。3号穿个短裤出门，4号冻惨。我还好，我随时就是只要一冷，我必穿外套的。但是只有这样还是感冒，不得鸟，不得鸟。你们也千万别冷感嘛，主要是我来大姨妈的免疫力太降低了吧，所以可能一下降温就着了。但我没有去深圳玩过，不知道四季如春是个什么概念。哦，我想起来，我有一个朋友闺蜜，她当时我们读书，她去深圳还是广州深造吧，去学那个服装设计。我记得我们穿大袄子的时候，她还在穿百褶裙露腿的嘛。当时我太羡慕了，可我就喜欢不冷的地方。谢谢小戴的荧光棒。成都有啥非常好玩的？看你喜欢玩什么。就是说城市跟城市之间玩法都差不多，说实话，要么就成都最有名的应该是夜生活吧，夜生活、美食加美女，就这三个出名，其他的你应该不会觉得看大熊猫好玩吧。但是也不见得哈，过个冬就不想再走了。深圳嘛，你这么说我的心动。但深圳物价太高了哈，在那儿生活迟早得饿死，房租给不起，住地下室这个。对，成都就是夜生活比较丰富吧，因为晚上开的店还挺多的，特别是酒吧那几条街特别特别热闹，美女特别特别多。但是你要说成都有什么特别好玩的地方，我从小在成都长大，你问这个问题把我问到了，真的。当然如果你说你想看风景，可以看爬一下青城山，去一下什么九寨沟之类的吧。但你要说成都的景点，什么宽窄巷子、锦里，还有杜甫草堂啊、文殊院这些地方，全是宰外地朋友的，就宰。黄龙溪嘛，黄龙溪好难玩啊，我觉得。就这些地方，本地人一般都不去，没什么玩的，就而且东西贵，东西还难吃。一般正宗的吃的都在苍蝇馆子，但是呢外地朋友来吃正宗的有点接受不了，因为太辣了。所以成都什么生意的最好，什么生意就是开那种连锁火锅店呢，就它的口味接受的人会比较多。我后面才知道为什么那些味道很正宗的苍蝇馆子它不开连锁店哈，生意还是很好，因为它开连锁店它做不起走啊，只有本地人去吃，你外地朋友来吃不惯了，所以就没有办法开连锁店。谢谢荧光棒打卡，谢谢我刚刚青山哥哥的关注。成都太古里真的跟视频一模一样，你看的什么视频啊？你是觉得他哪里吸引到你了吗？是他的建筑风格，还是美女多啊？这些太古里有什么玩的嘛？全是奢侈品，
去了就消费不起，去个去个锤子去。开门就是什么 Gucci LV Prada， 买都买不起。我每次去泰国里都有那种街拍摄影师要拍我，我就是这样走路。我跟我妈妈去逛街也被拍，好烦。哎呀，每次去都被拍，真的是很不好意思，你知道吗？主要是他很烦的是他拍你他不跟你说，然后发你照片他也不说，就在那儿就开拍了。我觉得拍给别人拍照不是应该先征求别人同意吗？然后你要发别人照片到什么地方，你不是得征求人家拍照被拍的那个人的同意吗？所以我有点反感这种。不过青山，你要是因为辣你就放弃来成都的话，那也确实有点可惜，因为成都美女真的很多，就各种类型的都有。我去泰国里还被搭讪了吗？其实我当时知道那个搭讪我的人，他不是那些嘛，就只是单纯的搭讪我，但是我说我不加微商，就是委婉的拒绝，还是他说我不是微商，就是可以加你一个微信嘛，我不加微商。谢谢荧光棒，欢迎拒绝金棒。有没有哥哥做做慈善啊，赏主播一个飞机，帮主播过过福星二星好不好？主播就差一个飞机了。 Bab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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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who baby， 赞助主播一个飞机吧，有没有哥哥？好，没有人在住。Fire， 谢谢 SXQXGQ 的荧光棒打卡。再连个麦吧。后面有没有雪中送炭的？哎呀，好久不见呀！哇，竟然你都快100级了耶！嗯，99级好久了。哎，但是按照我现在这个日流水的速度，我还得再播半年，吐了，真的。我根本没想过满级。不是，这个东西就是你好的时候吧它快，你不好的时候吧它有可能永远都满不了，你知道吗？欢迎允浩，现在就爱喜欢这什么播种元素种子为主播提升100热度。嗯，那你说中间你有停播好久吧？没停播啊，我就月初休息了几天，来大姨妈实在不舒服感冒。废话，现在就是月初呢，月初休息了几天。现在10号跟我讲月初休息了几天，但我哎，确实休息了有大几天嘛。啊，有没有救救静儿的哥哥呀？我们还差2个小时不到了，救命啊！那咱们中间举重吧。好，可以。惩罚个位数 S 吨，我们举重真心话吧，好不好？好，行。嗯，然后最后尾数 S 吨。好，那你先问我吧。你在斗鱼上，就是
直播间都知道撕过的女主播是谁，就是吵过架的。没有哎，只有很只有榜前榜三知道吧。哦，那换一个问题吧。嗯，你为什么没有之前好像说呆妹的二胎本来是你帮他播了一段时间，为什么没继续啊？这个就没有谈好呗，待遇那些，这个很简单。哦，就懂。那小袁不是说都礼物都是他自己送吗？他还有什么事？嗯，对你不是这样的呗？对。啊，在我这就要分了。就分又分，然后还要求时长，也不能休息，反正就有点太辛苦了吧？我觉得比我自己播还辛苦。哦，明白了，明白了。好，那你问我吧。好。嗯。就。你觉得对你最好的一个方法是谁吧？对我最好那不行，那不能说，因为这个东西我说了一个那得罪所有人，那我还不如不说，是不是？那我直播间也不能只靠这一个人。你就说现在直播间在那也不行，你在的话那万一有隐身的呢。嗯，就是那万一有路过的听见了呢，那我不是一棵树砍了一片森林，这得罪人、嗯、你知道吗？主要是得罪人，那大家都给我刷礼物了，都对我很好的，你说人家刷礼物还给人家让人家伤心了，那不行。好，那我换一个。那你跟、嗯、有没有明面上跟谁撕过的？那可太多了。真的吗？我一个都不知道。哎，你跟谁撕过？我都完全没有。我都是搁明面上撕。哦哦哦哦！我想起来了，但我忘记那个人是谁了、啊。嗯，可太多了。哦，那行，那这个问题算回答了吧？那你问我、嗯。那我问你啊，你，嗯，你，对二胎这个事儿是夏天的时候。你的黑名单里的最后一个人是谁？微信吗？我看一下。不是不是，直播的黑名单里。直播黑名单就骂我的、啊、直播间禁言的。不是，我说连麦的黑名单。哦，我连麦啊，我看一下。嗯。最后一个人吗？对。就他们那些户外的那种傻逼。哦，知道。就是骂女主播的那种。哦，等。靠骂。王小飞肯定在里面。对。还有什么？反正就是那些比较那个的。什么什么虎。嗯，哦，我好像我拉黑过一个女主播。是吗？嗯，那你可以不说她名字，可以暗示一下认不认识。大不大？大怎么不大？大。嗯，就是卖片的吧，就嗯，大卖片的还在播的，而且大家都知道她卖片的。对，谢玉婉。那我大概差不多就那几个中的一个。然后他之前还被封了呢，爆出他那个了，他跟他那个跟大哥的那个什么，他自己把那个照片打开了。你这已经把名字都给身份证都给号码都给读出来了。哦，我想起为什么拉黑他，就是打的有点狠吧，然后没有给药费，他就喊他家的人来跑来找我要，就烦都烦死了。没有很狠啊，就还好，就是可能两个火箭左右吧。哦，那是谁？啊，跟我接触。那所有人都知道是谁。对，只有小欧不知道，小欧看得晚，这真的是已经把身份证读出来了。好的，那我问你，嗯。你觉得直播什么时候发生，什么时候会让你破防？发生什么时候让我破防？嗯，就是真的会很生气，就气得原地跺脚的那种的。对，
那我都没有过哎，就是原地跺脚气到那种程度的，我觉得是不至于。就那有一点点，有一点点生气的事呢，每天都有，这太生气了。但是你说直播生气吧，你也没法在直播间，就你根本就不能，其实也没有特别生气的事，休息吧，休息吧，休息吧。嗯，真的也没有什么特别生气的。啊，你们都不知道啊！我的天哪，我们直播间的水友看来都是一些小处男，清纯小处男，应该是咱们斗鱼的处男水友，你知道吗？竟然你知道他们说什么小水，什么奶糖，听这怎么可能啊？我这怎么可能啊？这是谁？我都不知道。对呀、啊，很大的，基本都知道。我们直播间真的是处男水友，不斗鱼。这个斗就是你说的那些什么那些事情，都是得看斗鱼看了有个我觉得得小一年的才能知道吧，嗯，是吧？因为是一年前封的，也算是老主播了吧？他现在不是播好好的吗？那好老好老的主播了，很老很老的主播，所以你们不知道也正常。我就喜欢斗鱼的小处男，真的，我就喜欢跟你们玩。真的，我就想跟你们玩，说明你们还没有跟一些女主播发生一些不可描述的，就是感情纠葛。对，很劲爆。我当时看到那个新闻，我当时在想，这个绝壁就凉了呗，结果人家播挺好的。但花开一场嘛，我那个不太知道，我当时在干嘛来着？我当时也没有看直播。活着你已经猜对了，活着，但是在咱们就不说。我在八卦里面看到的，我当时就震惊了。那个关键是不怎么关注八卦，好好直播不香吗？不，我喜欢看八卦。不是，我读了一条弹幕。我们女主播可喜欢看八卦，看超爱看八卦，看到消息了。嗯，我们都比较喜欢看八卦，因为。其实直播每天播还是蛮无聊的吧？对呀、啊，你一个女生肯定是，你们说的斗鱼三骚的都是早就退鱼了，有的都。嗯，你说对了，活着。对呀、啊，白云这个事儿，我觉得应该是很多人知道吧，就没想到知道的人这么少。哦，真的，蛮震惊的。谢谢小哥哥的蓝水晶卡。恭喜小茶今天站起。谢谢小哥哥的班卡。不走了。好的，拜拜。太难了。哎，真的太难。拜拜。都难。哎，谢谢这个哥哥的班卡偷塔。我还以为我只有一分呢，没想到还有哥哥办卡。谢谢凯奇的我，我觉得我还是有一点叛逆吧，就是医药费这个东西，我从来没有找人要过医药费，都是别人自己给主动给的。啊，那个时候我也不流行给医药费这个说法嘛，所以他来找我要医药费，我就特别反感。其实我当时都准备给了，就他的就派人来找我要，就啊就很气，你知道吗？欢迎爱四五，
又想打喷嚏。I never knew someone like you. You're the best thing that ever came into my life. Now as the seasons come and they go, there's one thing I'd like you to know. Every day, every night, it'll be so right. Fall in love with the one who has always loved you. Ooh, baby, you're driving crazy. 不行，我真的要去剪个刘海。发型我已经看腻了。欢迎韩先生。谢维他茶的荧光棒。谢荧光棒打卡哦。
都叫欧亚西。列车西。我挂了吧，我家没条件。等一下，我挂一下。来吧，今。Hello， 雪兔酱，你好，哇，你声音好好听啊。嗯，你的声音不用硬夸，谢谢。夸不出来，不用硬夸。我想，谢谢谢谢 Peach 弟的赞气。那我们玩什么呀？嗯，可能是我颜值都给的声音了吧。没有啊，你也很可爱啊。谢谢 Peach 弟的许愿中。中间的话，咱们就玩。是不是等于送分都是空的呀？可以可以，举重。惩罚你说，惩罚的话我们就说十遍。我是人，我不是猪。可以，可以。他这个好像手机看到了没有啊？网页看到了，网页也能看到。许愿铃。又没有好哥哥开个嘴，开了，感谢。哎，我刚说完就开了，谢谢 Peach 弟的666。有没有人要加入钻石粉丝团呀？我换歌啊，这个歌太柔了。欢迎开心快乐过好每天。手机没看到你要更新你的斗鱼喽，要更新最新版本才能看得到的。小姐，你们不多久了？不，有点久，已经小几年吧。小几年了，那跟我差不多耶。一样，我也小几年了。别人问我，我播多久了，我都不知道该怎么说。你就说你直播半年。直播了半个月，人家都不相信你直播半个月就四十几集了。你就说你播半年就行。嗯，标准回答。不行就一年。嗯，好，那你为什么这么真诚的告诉我？谢谢亲你的蛋卡。因为我也不知道吧，这也不是什么那个特别的啥。欢迎天应该。对啊，我觉得还是可以真诚的跟他们说的。小姐，我发现你的眼睛真的好好看。眼睛吗？眼睛，对，割一下就行了。啊？割了，割了双眼皮就行了。我也是双眼皮。我是单眼皮，然后割的，割成双眼皮。嗯，好吧。我的眼睛原本是李荣浩那款了。我觉得李荣浩那一款很迷人呀。迷屁迷人，才不迷人，男生迷人，女生那个眼睛就恼火哈，就喊恼火。哦，这样你是，哦，可以可以，但是还要是比起来的话，你现在这样子就很美。嗯，理智的决定。对，这是最正确的决定了，一生当中最正确的决定就是割双眼皮。
哎呦，哭一缸牙。礼物，我的剑就是你的剑，还是没看到。谢谢小黎的荧光棒。互动里面的，欢迎注定变遗忘。这个种树啊，没有，那感觉好像比那个幸福券还要坑哎。刚刚天使弟，我的声音怎么没有这么好听啊？这声音听起来好像鸭子。别这么说，你这个声音是御姐的，御姐音。可以硬夸了吗？没有硬夸，是真的喜欢你的声音。有你喜欢你这种类型的，有喜欢我这样的，就是世界的参差吧。谢谢小粉儿的舞蹈家。不过我播这么久，没有人说喜欢我的声音过。这样子。没有，从来没有人说过吧？除了就是说喜欢身材，是因为你的外表太出众了。谢谢小粉儿舞蹈家，都很少有人提，就说我声音好听，没有啊？嗯。谢谢啊，小凡的打 call， 可能是因为我身上没地方夸了，他们就夸我声音好听。不不，看你第一眼一说话，马上就被你声音吸引了，已经看。所以说呀，就已经。所以说，我这声音已经封顶了哈，已经点满了。欢迎狐狸不太骚。你喜欢？那你给我办个卡呗，嗯。谁喜欢主播的声音可以点点关注哟。所以说上帝是公平的，不可能让你面面俱到，十全十美。就是确实是，嗯，对吧？你说有些人他就特别的，就有一句话说，上帝为你关上了一扇窗，就会给你再关上一扇门。给你封死了哈。嗯，我笑无了。欢迎呀呀呀呀，把你呀呀呀呀，是不是这首歌啊？这首歌的歌词。So funny, yea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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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yeah. 不知道为啥你没有啊？老狼无人，没有就可能是普及度没那么高吧，只有少数人看得到。欢迎亲爱的哥哥们，有没有办个卡救个命呢？哎，小姐，你可以休息了，我都没注意这个时间。啊，没事，举重也不累人，嗯，刚好可以休息了，可以休息了，都两分钟。当个膀子，嗯，因为啊，我是个 PK 新手，然后嗯，经常这个时间没注意，有时候自己坐着坐到后面可以停了，然后他。然后对面小姐说可以停，然后我才停。辛苦来，小姐，你是播什么的？播颜值的。我颜值就应该会有什么唱歌什么的吗？没有，就轮椅。真的。纯靠脸吃饭，知道吗？可以，欢迎木子。纯靠脸吃饭，好厉害呀、啊！欢迎小赠，我也想吃这口饭。我也想吃声音的饭呢。声音有什么用呀？声音，欢迎祝谷。现在配音那些那么火的吗？你可以去接一些配音的那个。欢迎两粒燕子心。绝对把他们。没有人家那么厉害，要萝莉就萝莉，要御姐就御姐，不可能没有。我网页能看到呀。欢迎用户六六四六，截个图啊，我看一下在哪里。那我先蹲个直播间去。噔噔噔噔噔噔噔！欢迎亲爱的哥哥，先瞄一下的荧光棒。
种树。哎，我好像我也没有看到种树呀。欢迎韩小涛，欢迎谢安年的荧光棒。尴尬了，我网页也没有种树啊。但是我那个自己的直播间界面有哎。哇、哦，你声音好好听，我好想偷掉你的声音。我就发达了，我直播间就满级了。不可以不可以，这是我唯一的优点嘛，连我这唯一的优点也要吐槽吗？羡慕，我还羡慕你的外表身材呢。哎呀，我这个不行。我羡慕你这颜值。好，那我溜了。嗯。啊，好，祝你越播越好。你也是啊。嗯，好，拜 拜。别人声音咋这么细呢？我这声音咋这么粗的，像个铜锣一样，真的是。啊，我又想打喷嚏。祝你越播越好。倒点热水喝吧，多喝热水吧，多喝热水，声音可能就细了。本来就很像铜锣啊！啊天哪，我的脚冰嵌，我穿的长裤，我还穿的运动鞋，我的脚啊坐在这儿冷的像冰棍儿一样那种。不行，我真的该买个那个烤脚的，或者是那什么那暖风机呀、油垫什么的。太冷了吧，这个天也。本来就像铜锣，我现在的声音已经就是我有一点夹的那种说话了。就才这个样子，要是像我平时那样完全不夹的说话、啊、真的像个男人。我平时打王者荣耀开语音嘛，就没有人拉我带我打。有没有哥哥送我一个飞机？哎呀，主播不要脸的，像想要一个飞机，可能是发声部位不一样。那我试一试用肚子发声吧，用丹田发声给你听一下。欢迎新来的哥哥们，没有关注可以点播关注哦。欢迎新来的哥哥们，没有关注可以点播关注哦。谢谢赖小黑美女的荧光棒。谢谢哥哥的荧光棒啊，欢迎新来的朋友，没有关注可以点播关注。主播就差一个飞机过福星二星的任务，有没有哥哥帮主播送一送呢？好难夹，我本来喉咙就感冒嘛，全是痰，然后鼻子又是嗡起的，这种的时候夹真的很痛苦，感觉。请宠爱我吧。怎么样？这个妲己的模仿的像吧，惟妙惟肖吧。哒哒哒哒哒。给你们模仿一个提莫的笑声。吓死个人，太夸张了吧？我觉得不说有十分像，八分像还是有的吧。八分像应该还是有的吧。请宠爱我吧，请宠爱我吧。不学不像，打扰了，对不起。Memories bring back memories.
Every day I wake up alone. There's a girl, but I let her get away. 欢迎阿三风风风，欢迎婆婆在原罪下。哦，谢谢美女友哥哥的办卡，你这名字我觉得可以改了，你这个 ID， 人家都结婚了吧？好像，你这还改美女友，你真是一点都不真爱粉。No, 你改名先要钱吗？难道？嗯，要500一次啊？小钱，小小500，可笑可笑，也行嘛，嗯。谢谢你的办卡。有一次我还跟他就是聊天吧，他还是有一点 emo， 就我谈了一下心，就是说了一下自己最近的近况。No hope for the broken heart. No. It's no hope for the broken. No home for me. No hope for the broken. No room to breathe. And I got no one to blame. No home for me. No home 'cause I'm broken. But that girl, I wanna let get away.Speak up if you want somebody. Can't let her get away. Oh no, you don't want it enough. Sorry, the way that I'm feeling every day. Don't. 欢迎亲爱的哥哥们，我的声音是不好听，上帝确实把声音这个门给我关得死死的，只给我在外貌跟身材上面给我加了不少，把我的声音好完全遗忘掉了。我的声音真的好粗，从小就是这个声音啊，就是特别粗，一点都不像一个美女该有的声音。如果大家第一印象只是听我声音的话，可能觉得我就长得一般吧。谢谢路飞的大气，真的没人气，你说我吗？路飞给我送个大气，牛逼！天哪，我的喉咙里面全是痰。啊！哒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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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哒啦！你说什么？直播间打弹幕哦，路飞就来送，好吧。Summer feliz， 我现在就差一个飞机给我复兴二星，大家可不给我血凑一下，不整点活没人气啊！我这都来大姨妈了，我还整啥活呀？我又不想跳舞，饶了我吧，可。整啥活？你说让我直播打游戏啊？就我给你们打吧，英雄联盟的手游看不看？强的一批哈，乱杀15个人的杀气走。不想斗了，我前天打一把斗地主，好家伙，输的那真的是人神共愤，
排烂了，真的人神共愤了都。对啊，英雄联盟一 v 九，这个你们信不信？信不信就来一把，来不来嘛？你信啊？你为什么说信呢、啊？你应该说不信、啊。哎，我怎么打开王者荣耀点错了？小今天卡不卡？哇，好卡好卡，好奇怪我。好了，开始卡了，算了算了，这个没有办法无限投屏了，这个东西老火，只有拿有线，拿那个数据线才行，只有拿有线，拿那个数据线才行。哇，怎么这么卡？刚我掉帧掉的夸张死我了。谢谢莫感与金杰的荧光棒。刘妈好像在，我看一下是不是他，什么刘总是不是？嗯，有，我有王小贝、刘兰金、魔都红兵、户外王总、A 卡、胡思维。基本上骂人的我都拉黑了吧，就是我 PK 到 P 到啊，他骂人我就不想连，不喜欢骂人。欢迎来老宅。Da d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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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a
怎么差一点点？哎 ，Hello， Hello， 你好，你变帅了耶！别，没有，我很久没 PK 了，这个我们玩一把呗。好。怎么玩？嗯，中间就有妖吧。嗯，有妖吗？行，可以。你放歌吧，你放歌吧。好。对，我们现在这个十一点了，这个差不多好吗，兄弟？好长一段时间没见了，谢谢兔兔的麦浪飞机啊！没有，我这个我很久没拼了，我这有点不习惯。谢谢总有一天会相见送的麦浪飞机，谢谢，感谢醉了半个。这咱们随便打，兄弟们随便打就可以。我们看妹妹聊。你穿的毛衣吗？啊，我们这边叫温柔的冷感冒。是吗？在哪里啊？在成都。谢谢上扬的粉丝。成都那边 很冷吗？今天我今天也穿的比较多。谢谢上扬的不如跳舞啊！谢谢上扬。武汉这边也下雨了，15度吧，我这边。那是挺冷，那比武汉还冷。又 PK 了，你们每天说都来直播间，我啥时候 PK 啥时候 PK？对，我们今天打野粉丝团，谢谢山羊，谢谢山羊哥，感谢露西法的粉丝团，你还在穿短袖？我说黑鱼哥，你那个，我感觉你不是特别胖，我是比较特别胖的。武汉穿什么？武汉你要看，武汉。早上就是你6-7点钟的时候，你可以穿长袖，穿袄子都可以。周五的话，你可以穿短袖。反正别人是一年四季分明，这武汉的话，一天就可以分四季了。那我们穿了两个飞机可以。谢谢一皇的舞蹈家，谢谢一皇的不如跳舞，谢谢一皇。感谢一皇的爱乐之舞，谢谢一皇，谢谢一皇的九个不如跳舞和爱乐之舞，谢谢一皇大姐。哎呦，后悔，一皇这两天我争取好好练一下吧，陪你开开黑。我家没大哥。谢谢一皇的十个粉丝团，还有爱乐之舞和不如跳舞，谢谢一皇。我们过几天，这个十几号、20几号都好像有那个撸手游的那个活动的。但是玩手游，说实话，年纪大了玩手游感觉不太适应。谢谢一皇。还好吧，因为还有10张粉丝卡，没有可能。40吧。他是前几进啊，差不多是前4进吗，兄弟们？前4进的话。手游浪漫雪啊，我看那个抖音他们那个什么中路一级那个索拉卡两边辅助去中路推线是什么意思啊，我怎么看不懂啊。我跟迪哥玩的挺好的，那天上个那个国服第一前4啊。11点前了，12点前次。我们12点看能不能说个
感觉十五万应该比较稳的吧，那是王者的套路。哦，中路推线，然后入侵是吧？懂了。但撸啊撸的话不能那么玩啊，撸啊撸的话他有正反补的，而且他还抢金啊。谢善阳哥的粉丝卡，谢善阳。怎么说呢？撸啊撸的话，他的那个游戏的话，上手难度是比王者要难的，要难一些的。最近那个手游不是在送皮肤吗？大家快去玩。现在热度还是比较高的。你平时会玩吗？会啊，乱杀，我乱杀对面的。王者局咱们打不了，咱们随便连连麦吧，我们把今天这个任务做了。我好怕我今天开始 PK， 他们待会儿把我就今天 P 一下，然后他待会儿把我拉进去，我挺尴尬的。哎呀，对，我一打九。你的问题每次来都是永久。那我们当时七点钟到九十点钟都会玩撸啊撸的。休息吧。哦，大哥不在是吧？没有大哥。那你怎么不跟他们去玩多人呢？没有人拉我的玩多人。我这个牛马没有人愿意拉我。就是上次说了你变丑了，然后我就一直没到今天了。所以我一连上你就说你帅，希望改一下运吧。没事，都会好起来。PK 这个东西是这样的，有时候家里条件好，有时候家里条件不好。妹子身材可以，那肯定啊。没身材，那肯定啊。我们人头上一上，兄弟，人头上一上，我们把武器过了吧，兄弟。感谢一皇刚的20首舞蹈家，还是挺欧的。明天可以打打大豪，我说实话，我现在打大豪，我还不如带带妹子。你带妹呀？现在自己有时候玩游戏没啥意思，别低头。好，我尽量不低头，兄弟。不发个车。我看还有没有丸子。现在发车要80000丸子，我操，怎么越来越高了？没有那么多丸子，兄弟们。谢谢道玄。PK 可以6个人，我那天看到了。他们那些六人 PK 医药费怎么给啊？就不知道，我看那天好像是什么第一、第二次、第五、第六，我操！本来就，算了，那太贵了。我可以给你们开一点那个什么火力全开啊，3分钟的火力全开可以啊。开个火力全开就成本低一点。哇，谢谢8927哥哥的班卡，谢谢对面贾哥哥的班卡。车的人太多了。加了4团，那打 PK 确实礼物和流程会多一点。我昨天玩撸啊撸的嘛，手游叫乱杀。你玩什么英雄？那个德玛。德玛先。对。那个英雄上手比较上单辅助都可以。辅助的话就算了吧。辅助有什么不行吗？就你帮 ADC， 我对辅助理解就是你帮 ADC 来打，然后帮他。你辅助的话，一般是要是带控的，要不是能就是技能能辅助到 ADC。但前提是你要会啊，对不对？你不会，你还不如打个会的辅助啊。那确实。就乱杀，我打辅助，我杀10多个人。是吧？你打的是人机吗？
什么人机啊，我打的匹配好吧，只有匹配可以打。他现在不是可以排位吗？他那地方排位我可能级别不够吧。我们惩罚你还没说，那你说个吧，都过百了。惩罚一个吧，这个妹妹真的是家里没怎么打电话。我想想，你一般有什么惩罚吗？一般就一些简单的。简单的，要不来个我看一下。宝贝的浪漫花束。你洗澡会吗？洗澡。好，好像会，就是背篓嘛，相当于。嗯。差不多吧，差不多吧。好，那你要洗哪个？洗谁？不会洗你吧？洗一会儿吧，你先洗我吧。好，那夹一下这个。嗯，夹一下。好。或者 S 都会跳个简单的舞也可以。算了吧，我穿的跳舞的有点丑，今天来大姨妈。行行行，可以。给一环哥哥洗屁股。嗯啊，给一环哥哥洗胳肢窝，嗯啊嗯啊，给一环哥哥洗，脚丫子，嗯啊嗯啊嗯啊。好，那我溜了。好好好，嗯，谢谢你们。拜拜。我刚刚差点说错了的嘛，差点说洗蛋的。不知道，还以为我在抢别人大哥呢。算了，换了一下。哎呀，太难。谢谢刚刚宝贝的浪漫发书。他家一直都很有条件，我每次跟他打 PK 都输了吧。他们家。他百级主播，满级主播，又是玩英雄联盟的，又很火，打不赢我才尴尬吧，这打赢我很正常，对不对嘛？哎，我又想打喷嚏，我每P完一把 K 就想打喷嚏，这个是有时间 CD 的吗？这个喷嚏。我真的，我昨天打撸，不信我把战绩给你们看嘛，我真的是乱杀对面哈。那算了。嗯，真的就用一个字乱，一个两个字乱杀。哦，谢谢哥哥的，这还新给医药费呀，这。可以可以，大气，会做事儿，会做人。嗯，你没玩吗，宝贝？你没玩那个手游啊？大家快去玩，他送好多皮肤跟英雄，根本不用花钱啊。免税剪个刘海。我算了，明天肯定来不及。嗯，等哪天休息再见吧。给你打哟，嗯呐，你打哟，哒哒哒哒哒哒哒。嗯嗯嗯嗯嗯，哒哒哒哒哒哒。那些隐身看我的哥哥们啊，不用那个，我家真没大哥，真没条件。欢迎洛洛的棒棒糖。什么？走一鱼那个路线？你说戴口罩啊？嗯，还是走科舞坦路线？主要我不想跳舞了。嗯。跳伤了，跳了几年，真跳不动。你们都是光明正大看我，那你们怎么不说话？
害羞，你跟我害羞，都熟人熟事了，都自己人了，还害羞呢。我以后就在颜值去播了，不想跳舞了，跳舞的话就有大哥来点着跳了。现在开始养老，你们每天来陪我聊聊天啊，就是打赏一下我就 OK 了，打赏点办卡什么的。我整个后脑勺有点这种发冰的感觉，感冒了，头好昏了，待会儿下了播吃个药就早点睡了吧，好难受。谢荧光棒，一个一个荧光棒你也拿得出手，真的是，不想说了。可能是现在鱼安机制变了吧，不过我从我开始玩斗鱼到现在，我就没有抢到过鱼丸，就是如果是以看客水友的身份，我就没抢到过鱼丸，我只有自己直播，然后有大哥给我刷，然后我自己能在自己直播间抢了鱼丸。只要我不直播哈，我是看直播的去抢鱼丸，我一个都抢不到。对，还有鱼丸少了吧，啊不行，我去上个厕所，等我一下下。谢荧光棒，谢大师荧光棒，我去上个厕所。
Got drinks, got weed, got bottles, got ice in the VIP.怎么样，突然直播间从没有人突然出现一个美女，有没有被惊讶到？哎，看这个封面模模糊糊的，结果点进来这么漂亮的美女主播，是不是有觉得自己赚的？好冷啊，感觉有点发冷。哒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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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哒。
欢迎下的哥哥们，我要感冒了。又想打喷嚏了。真的啊，我这边没有风，就是单纯的冷。你要多穿衣服啊，冷冷了，不然比较像我一样就冷凉了。但我也穿了不少，我就穿两件，都还是找不住。穿的卫衣里面穿了一个长袖，就穿两件还是冷，还是感冒了。穿了长裤，难道要穿袄子了吗？我脑壳好痛。你这是上火，你吃了那个清火自梅片吗？你这个太上火了，不吃点药根本压不下来了。吃点清火自梅片，吃点那个清火胶囊，什么清火的都吃起走。他们好多人都说口腔溃疡嘛，是因为缺维生素，但我个人觉得就是上火导致的。因为我吃了维生素还是没好，但吃清火胶囊，哎，第二天就有好的那个迹象了。
Lucy， 板蓝根，板蓝根又不是降火的呀，板蓝根不是降火的，什么好可怕过的？Away from me, gone away from me, yeah. You say you know who you are, you keep it so sweet. 2020, 2020, 2020, baby, we got you. 2020, 2020, 2020. 清热，板蓝根是清热的嘛？哦，我反正就感冒之前会喝板蓝根，但我觉得你都口腔溃疡了。已经都口腔溃疡烂嘴巴了，吃板蓝根没什么效果，要吃清火胶囊，清火自媒片那是。欢迎战神豪陛下，欢迎小一把飞侠哈，欢迎超超。谢萝卜的舞蹈家。中一个办卡，中一个办卡。Keep so sweet， 来一个嘛，来一个，来一个嘛，来一个嘛。好好好好好，不中就很气。You keep so sweet。 这样都不中啊，是不是我只有我直播间是很黑的？不会吧不会吧，舞蹈家这么黑吗？我操了，我真的好气啊。尽力了，斗鱼掐烂钱实锤了，就这他都要掐，真的。你说抽二十组中一百的几率很高吗？在我直播间没有哎，我不信萝卜，你现在反抽一手冒险家的车十组。那个憋中，憋中一个车，你信不信我？你信不信我？你今天抽冒险家十个一组，抽那个彩虹汽车抽出来，绝对能中。十下之内，十个一组的那个冒险家绝对能中车。你说抽大的吗？那你，哎，我直播间有人抽吗？二十个一组的舞蹈家，中一百的。不中咋办？不中，我给你十个么么哒。我本来想说给你磕头的，算了。欢迎我的诚意如既往，欢迎哥哥。这个哥哥经常来看我，就是不说话。你看不起我，感冒的么么哒不敢要。那感冒的大耳巴子你敢不敢要吗？欢迎 Scar 大表哥。哒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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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涙が
他。最后试一试冒险家的十个一组的抽车，相信我，真的，最后相信我一次，十下之内必出车。哎，我又想打喷嚏。好了，不用抽了，不用抽了，已经一发入魂了，可以了，可以了，收手了，你已经一发入魂了，别抽了，你第一下就出车了，所以让你听我的，没有骗你吧，没有宰你吧，对吧？对吧？嗯，一发入魂，前面的那什么舞蹈家一个一个的啊，不需要了，姐姐现在不需要了，哥现在不需要了。哥现在一发入魂哎，我二星过了，可以。你还有80块钱，我想一想。那我建议你还是抽车，抽舞蹈家确实有点悬，特别抽20下的，几点几下就没有，就抽这个车，慢慢抽。就是我们10点10下为一组嘛。我们再抽10下吧，再抽10下，如果不中，咱们就再去抽舞蹈家，好不好？嗯。欢迎战神，没出咋办？没出我可以可。这不点8下10块的舞蹈家。但我觉得车车更好出，他刚刚一发出车了，你不能断呀，你可不能断呀，断了就没连机了。看没有，看没有，3下就出车了。好了，别抽了，别抽了，歇一会儿，让他回一个那个 CD。你看，你刚刚3下就出了。给你说，抽车真的很欧的。好，咱们缓一缓，等他过一会儿 CD 满了，咱们再抽车。是吧？信我没错吧？Damn, what you gotta be so heartless? What you gotta be so... 明明、啊，过来，明明，过来，你过来。那么吧。别赚了吧，这盘。好，可以再抽。对，我们最后抽一把车哈、啊。
不种还是时下不种，咱们马上就及时止损。欢迎新来的哥哥们，一定要保持连击。完了，我感觉这把有点悬了，怎么？完了，这把。出了出了，在第八下的时候出的车，不算亏不算亏。嗯，可以可以可以，算了，我今天王半仙的嘴还是蛮那个厉害的。让我的什么，我直播间克你，你再说我直播间克你了，我的直播间这么旺，哼，对吧？刚刚第一下我们抽了，一共抽了三个车，第一个车出的是一发入魂，第二个车抽的是三发入魂，这个车呢是八发入魂，怎么还是可以吧？嗯，好，不要抽车了，咱们不抽车。嗯，这个也太 nice 了吧，这个冒险家。所以大家平时如果那个的话，就可以小抽一下，可以抽这个车。我跟你说，你在我直播间，你抽其他什么你都是克，就抽这个车哈。咱们不说有多白吧，至少不会亏吧，不亏就是赚嘛，对不对？哎，我不行了，我得下播休息了，我脑子好痛。好，你们也早点休息，明天要上班。好，早点休息啊！谢谢我不见给我抽的车车。早点休息，嗯，晚安。